一走。怎么？这不是皮蛋吗？你也想爆米红沙干啊？就凭你啊！笑死人了。平常都没听过讲过两句话，还以为是哑巴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婷婷都还没有报名耶，你在想什么啊，婷婷？你上台就是丢我们班的脸。对啊，搞什么嘛？嗯。